一分钟带你了解本剧精彩内容。振东决定擒贼先擒王，和史村成为无话不谈的朋友，就可以在拳击场通行无阻。史村和振东聊起了当忍者的经历，还说起去潼关侦查时看见麦香冥婚以及在方娘家吃肉夹馍的事，振东目瞪口呆。振东和史村的关系越来越近，行动因此自由了许多。史村告诉振东，一个忍者的精髓是用生命与意志和对手战斗到最后一分钟。告诉他自己曾经遇到过一个真正的对手，叫万子清，还叙述了他在潼关树洞里忍饥挨饿的经过。振东至此终于理解了当初子清是多么的不易。啊，这不明摆着吗？这潼关要是守得住，你们干嘛转移啊？国民政府让我们撤了，肯定有他的原因。炸机场的炸药我都帮你准备好了。那你爹知道你要走这事儿？还不知道。这个消息太突然了，告诉他，怕他难过。等那边安顿好了再跟他说吧。那要是没有炸药这事儿，你是不是打算连我都不告诉？反正炸药都准备好了，说不说？都放那儿了。你心里还是有我。当然了，你是我最好的朋友嘛，也是我弟。这一别还不知道啥时候再见呢，跟你当面道个别也是应该的。别的你也别瞎猜，别瞎想了。他娘的狗屁国民政府！你咋又骂人了呢？啥时候嘴巴才能干净点？我这告诉你已经是违反组织上的纪律了。哦，对了，忘了跟你说了，子清他们那事儿好像已经调查清楚了。咋说？他还能回潼关吗？回不了了。他现在已经调离167师了，划分到第五集团军，现在正在训练一个新兵连呢。哦，对了，好像也要开赴中条山。到时候说不定你们还能碰到。那也好。行了，你先回去吧。哦，我先不走了，在这儿先凑合一晚。你说啥？哦，我说不走了，我在这借住一晚。
方振东，你还想在我这儿耍死狗啊？我不是那个意思。我今天晚上只是借住，你睡你的床，我在这儿凑合一宿，绝不是你想的那样。我保证，我不碰你一个手指头。你说你这人咋没皮没脸的呢？那行，不打扰你，我去独立大队处理。哎，等等，你跟麦香咋了？刚才要不是你，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到底咋了？我就不懂你们这些女的一天到晚在琢磨啥。你说啥呢？刚才一回家，一桌子的好饭好菜，我一进屋，她穿了一身新娘子的衣服。他说我要走了，给我留个种。我想被白进你们方家的门。他要跟我那个。然后呢？然后他要跟我喝交杯酒，我一口酒都没敢喝。哎，他说不留也行，要是不留，行，我就跟娘去。也不闹，你看着办。我是走也走不了，进又不敢进。我知道，他是想跟我一起走，可我他妈是去打鬼子，我能带他吗？后来你就叫人来找我了，就这。方振东就是个混蛋。你知道麦香为了啥吗？人家麦香八心八地的那么为你，就是为了给你方振东留个种。你知道那得多爱你，得有多大的勇气吗？你方振东到底有啥本事啊？凭啥把人家一颗心看都不看就扔在地上啊？我真恨我自己，我咋能在那个时候把你给叫出来呢？跟你有什么关系？你不叫我来，我就对得起他了。啊？你不找我来，我就得给他留种了。知道，
知道是对不起的，但我没办法。谁叫我他妈这心里只有你呢？别说了，赶紧走吧。不管你心里是咋想的，都得给麦香一个交代。何があった？私も状況が分かりません。この2日前から犬がうろついていました。来るぞ。连长，万连长，哎，你好，你好。你是？我也姓万，我是教育厅的万厅长，咱们是本家呀。你找我有事儿啊？你这个新兵连里是不是有一个叫东方健的新兵啊？对。哎呀，这个孩子太不听话了，这不。没跟家里人商量，就偷着跑出来参加了学生军。他这一走不要紧，可把家里人急坏了。这托我来跟万连长求求情，看看能不能让他脱了军装回家算了。你说是不是？嗯。万连长，新兵入伍呢有规定，我们这回不是强征，是自愿入伍。如果家长真的是不同意，加上娃娃本身意愿又不大的话，我们可以走一套程序，让他脱了军装送回原籍。嗨，万连长，还走什么程序啊？不就差个人吗？他爸爸是咱们教育厅的厅长，让他多弄几个不打紧的娃娃过来，不就完了吗？你说是不是？秦有兵，到。谢谢万连长。宋克。万连长，走吧。这怎么说的好好的？这走。哎，走，我包，万连长，快，咱们都姓万，快走，我一点面子都不给啊！走，这什么人呢？这是，走，孩子，哦，来たまえ、藤本君。見てみろ。俺は。さっき隣村の祠の近くで見つけたもんだ。明らかに最近掘られたばかりの新しい土だ。では敵は本当に？そうだ。これが燃料庫近くで犬が吠えていた理由だ。敵はおそらく燃料庫近くにまで掘り進んでいるに違いない。ではすぐに命令をして敵の正確な位置を割り出します。いや、そんなことはしなくて。国家有难，匹夫有责。昨天你们还是莘莘学子，今天你们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也要投笔从戎，走向了战场。打仗会流血，会牺牲，你们无时不刻要面对着死亡。说白了，战争就是勇气与智慧的较量，是生与死的较量。因此。我要求你们每一个人，尽可能的保存自己，更多的去消灭敌人。无论仗打得有多么残酷，多么惨烈，哪怕是有一线希望，只剩下最后一颗子弹，最后一口气，也要顽强的坚持下去，战斗下去。是。万连长。和张教导员，既是你们的兄长，更是你们的长官，你们要无条件的服从命令，
因为军人是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的，你们要同生死，共进退。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丢弃任何一个人，因为你们是生死与共的兄弟。孩子们呐，你们都是我们陕西的娃，是秦人的后裔，身上都流淌着。 秦人骁勇善战的血，只要我们中华大地还有像你们一样的热血青年，我相信，我们就一定会把鬼子打出中国去。人在齐战，血战到底；人在齐战，血战到底；人在齐战，血战到底。 大，这到哪儿了？这到哪儿了？是这么回事？孩子，我相信你会是个好样的。 秦国忠，出发！是，出发！这所有的东西，我都交给于教官了。 你准备啥时候动手啊？哦，明天后半夜。这么快啊？我不是在潼关跟你讲过吗？这件事情我们已经准备好几个月了，咋了？以后遇上事儿，脑子多想想，想不出来想一百遍啊。咱当初那重炮。 藏的那么严实，可后来还是让人给找着了。还有万子清，平时那么细心，可最后还是败了。我觉得咱对对手还是不够了解。你看啊，现在你有这图了，可这里面到底有多少人？平时都在哪儿？那飞机都在哪儿？ 他怎么个飞法？还有，那重武器、重火力都藏哪儿呢？谁是头？长啥样？咱进去先打谁？那头喜欢啥？你还真把我给问住了。哎，你别说，还真有这么一个新情况。守备机场的队长刚刚换了新人。 为此，我还向三十八军情报处要了他的资料。行，小子有长进，这个队长没有白当。我娘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遇事儿先想个一百遍。
大佐が忍びだということは存じております。自分の知る限り忍びというものは自分の身の保身を第一に考えるものであります。しかし今我々がやっていることは敵の地下道を発見したにもかかわらずこれを見逃している。かえって我々がやっていることはつまりそのつまりなんだ、危険だというのか。そうです、博打と一緒です。万が一にも。万が一。万が一なんだ。部屋に狼を招き入れるようなものだというのか。大佐、自分は自分の守備隊の力を疑いを持っているわけではありません。ただ中将山は我々の重要な戦略拠点です。もしものことがあったら自分は天皇陛下に顔向けができません。確実なのは奴らの地下道を潰すこと、そして奴らの飛行隊を計画を潰すこと、そして飛行場を一時的に避難すること、もしくは中将山の後方部隊に支援を求めることです。藤本君、私は長年忍者の訓練を続けてきている。だがそれは古い考えに固執したいということではない。それは全ての可能性を否定しすぎる。忍術とは本来もっと能動的なものだ。冒険が成功の近道の時もある。命知らずの中国人にはうってつけの作戦だ。勝つか負けるかは我々の心の中にある。天皇陛下の戦士として覚えておけ。我々の心の中には日本帝国の血が流れている。我々が負けるものといえば我々自身の弱い心だ。しかし自分は心配であります。まあいい。また君は孫子兵法を読み唱え。はい。しかしこの方は実に奥が深い。いまだ理解できないところがある。小野、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你这心里头咋几个想，我能懂。可往后你跟人家马队长说话的时候，你能不能注意点？那是马队长嘞，不是万子晴。人家带了多少年的兵啊，打过多少仗，是吧？可他没吃过大亏，没吃过大亏，那就不知道啥叫厉害。这事儿。到今天我也没闹明白，你说那小鬼子他是咋就把咱中炮阵地给炸了？所以这多个心眼儿总没坏处。以后啊，我要是在雪上头，你拦我的时候说三个字儿。我，你先别说，我猜猜啊，是哪三个字？你猜不着，你要能猜着，你就真是我祖宗。那我必须得猜着，是杜拉与，啊，不是啊，不是。
杜孝侯，入家魔，那总不能是马鞭草吧？侯爷，知己，那这是四个字啊？那到底是什么来？小爷，你说说，我猜不着。100遍。100遍，300遍我也猜不着。你这个范围太大了。100遍。 哦，100遍这三个字啊？为什么呢？你甭管了，肯定有用。军部情报处急件，他就是新换防的。 日本机场守备队最高长官石村，也是炸毁我们潼关重炮阵地的人。还有一个不好的消息，军部是不是对我们打机场有新的指示？军部让我们慎重考虑进攻的时间。为啥？我也是跟董参谋打电话时候听到的消息，说是38军马上要换防了，时间没定，不过应该很快。 不就是我们配合八路军打了百团大战吗？啊，都什么时候了，还党派声誉，国都亡了。那这次行动，到底打还是不打？你说呢？我说，要不再等等，等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再做得充足一点。 等，再等下去，想打都打不了了。至少责任不在咱们这儿了。我知道军部下这道命令是为我们好，是为38军独立营多留些种。我也这么想。可是不打掉这个机场，不管是谁，在中条山都难以立足。 実家は確か米屋だったか。そうです。ならよくスズメ狩りはやったんじゃないのか。もちろんですよ。木に縄縛り付けて籠を支え、下には米を引く。スズメが来たところで米を引く。こんな感じですかね。罠は準備完了だ。あとはスズメがかかるのを待つだけか。 从营房里冲出来，假定中间有2分钟的时间，这2分钟就是我们的生死时限。2分钟之内，我们向机场内突进的越多，炸毁鬼子飞机的胜算就越大。2分钟后，瞭望塔上的2个探照灯就会锁定我们，冲出营房的鬼子也会随时对我们展开攻击。
二班长，到。这两个探照灯就交给你们机枪班了。是，一定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拿掉这两灯，有问题吗？没问题。王胜和二嘎都是神枪手，我也算一个。记住，你这儿每耽误一秒钟，对我们来说就会丢条人命。请队长放心。马队长，你算上我一个，我能打。 你行吗？啊！原来杜兰云一直教他枪法，打得挺准的。没事，到时候我跟着他。好。探照灯打掉后，机场内的鬼子应该就没什么明显优势了。这时候，我们兵分两路，一路负责吸引敌人火力。 并牢牢咬住他们。另外一路，由我和特务连组成的敢死队，对停机坪上的飞机实施爆炸。为了确保万无一失，我们还准备了预备队，由古德辉负责。如果敢死队都打完了，预备队上。那独立大队干什么？ 震动，这次打机场在地形上我们没有任何优势，机场内一马平川，没有任何掩体，所以我考虑再三，决定战斗打响以后，由你们独立大队负责就地填充并搬运麻袋，为作战人员构筑临时掩体，这样正好发挥你们刀客。 运货押镖的特长，行，没问题，放心吧。好，炸完飞机以后，我们立刻全部分批次撤退。你的任务是断后，负责保护每个作战人员安全撤离。给你15个人够吗？够，再少点也没问题。好，你要不惜一切代价，坚持到凌晨5点。 到了这个时间，要是大部队还没有撤出，你就不要等了。带着大家撤回驻地，和大部队会合，保证完成任务。好，任务也不止完了。我再说几句题外话，这次打机场，说的难听点儿，就是一锤子买卖。打下来。 整个中条山这盘棋就活了。如果打不下来，以后恐怕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所以，无论敌人的防守多顽固，不管我们谁负伤或谁牺牲，特别是预备队，哪怕只剩下一个人，只要有一线希望炸掉鬼子的飞机，就不要轻易放弃。明白了吗？明白了。 大家分头准备吧，独立大队，把能带的麻袋都带上。好，好，解散。振东，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嗯，明白。 打起来，你带十几个兄弟，在咱来的路上守着。为啥呀？马队长不让咱们一块扛麻包吗？扛麻包，我带人干就行了，你负责警戒。不是，我警戒啥呀？
人马队长都说了，这方圆十里之内都没有鬼子据点。你听我的，没错，留一手。嗯，对，这里留一手。尽量保证每一个队员的安全，等到最后一个人，绝不能让小鬼子过河，明白吗？明白。薛爷，哎呀，醉眼了。
紧撤，我们中埋伏了。别走，撤，走，走，别走，快走。放下我！快，振东！快，把我放下！振东，准备掩护！啊，怎么样了？什么情况？我知道，这边人早就有准备。机场里头是步兵，机场外头是骑兵，里外夹攻。我们中了埋伏，损失惨重，这岳母队没剩下几个人了。行，我知道了，我掩护，你们快撤！啊。流血太多，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前面路还长着呢，得赶紧救治。按住他！快快快快！振东，接下来怎么办？他们背着这些伤员跑下去，就是个死。你就说咋办？杀回青马河，拼一下。现在这东西就这么多了啊，都省着点用。上。哎，等等等等，小爷，我又想了想，不如你走过去了吧。我不去，谁带着他？马队长伤成这个样子，你不得留下来照顾他？留了，古队长留下来了。可他不认识路吗？撤退的路线走你最熟，你得负责把这些个伤员安全的撤回去。像阻击日本人这个事儿。用马鞭草啊，用鱼箭，用我们就行了。
马队长现在昏迷不醒，你再有个三长两短，那不就群龙卧首烂套了吗？别动，马队长醒了，叫你。跟他一起了，还有人头，来人来做兄弟，掩护。胜了，是鬼子。你咋就知道是鬼子？皮鞋，还有汽车，快跑！是，快快快！来，快亮了，准备咋样了？肯定是场恶战。为了保证老大和马队长的安全，咱死也得把鬼子挡住。撤。你要是不敢杀人，现在就可以走。我不用这个，我要头脑。用手不敢。这都知道我，兄弟们也都知道。平时我连只鸡我都不杀，你别强人所难，行不？那你留下干啥呀？我留下来干什么？因为我们是兄弟。我们是独立大队，我们要过生死。要没我刚才那把火，你都死八回了。这些个机关里边那些个机关，那都是我做的。你说我留下来做什么？我逗你玩呢。什么时候还逗着我？来，给转。来。哎，祖宗。一会儿是真打起来，你把小胖照顾好。他要是出点啥事儿，咱没法跟老大交代了。放心吧。小胖，来，兄弟们，来，兄弟们，别说实话。七月无疑，女子。头跑，我与行尸，行我哥们。你说啥呢？师兄，给大家鼓鼓劲儿。师什么劲啊？你那个没劲儿。剩有劲儿。怼死他！哎，这个好。怼死他！哎，师兄。
我报赵成，是西北方向。地图。 传我命令，所有人跑步向西北方向前进。 司令，军部的电文可是要求我们直奔中央山。将在外，军兵有所不受。我就知道，有什么事我担着。全体都有，向西北方向跑步前进，出发！跑步前进，快！ 都扎死了啊！都扎死了啊！啊！老爹。
走，快！今天这场战斗是我们进入中条山的第一战，虽敌寡我众，仍伤亡惨重。跟日军这一支训练有素、作风凶残的部队作战，伤亡在所难免。但是，我们有几位弟兄因为冒进而牺牲，实在是不值得。记住我说的话，在战争中保存自己和消灭敌人同等重要。想啥呢？你想啥？马队长已经脱离危险了，就失血过多。哎，振东，马队长叫你呢。哥，没事了吧？没事了。谢谢你救了我。跟我说这干啥呀？我叫你进来，我就是想问问你，下一步你想咋弄？咋弄？接着整啊！你就养你的吧，别担心了。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恐怕我们再也没机会了。
大哥，我对不住你，对不住咱西北的父老乡亲。你们撤离了，谁守潼关呢？谁打这机场啊？上级自会有安排的。不是，那不是为啥撤呀？是嫌你们打得不好，机场没打下来，给你撤了。那倒不是。那你就不打这机场了？我想打。 我真的想打，可我是军人，得执行上峰的命令。大哥，我就是担心你，你一个人咋办？要不你跟着我。 答应过我娘，这机场我得给他整。你放心吧，一个人我也能打，只要我活着，我他妈就干这一件事儿。我知道，知道你会这么做。你打开这个看看。我不认字儿，这谁呀？ 他就是鬼子机场守备大队的大队长，他也是炸毁潼关重炮阵地的最高指挥官，他叫石村。 敵もなかなかやるな。あそこまで負けていながらまだ反撃する力が残っていたとはな。今一度空港の防衛体制を見直していたところだ。 马团长走后，方振东带领的独立大队仍留在38军原址。他独自一人坐在土崖上，三天三夜水米未进。一个比登天还要难的事情就摆在眼前，那就是炸毁机场。 Thank you.
加点。还不行，咱老老爷们儿，你说啊。我传老少爷啊，抓只大舌头。坐船老少爷啊，この馬はなかなか食べてくれません。ああ、飼料は乾燥しすぎて馬は好きではありません。まあいい、市場で定期的にリンゴを買って草に混ぜて食べさせろ。抓只大蛇口，那些是给警备队的马买票过来。多少钱？啊，一个就够了吧？哈哈哈行不行？運んで運んで。日本马吃不惯中国菜，瘦了，定期的给他买苹果，要补补。那胖子干啥的？中国人吗？他是华裔啊。坐船老少爷啊。抓这大蛇口，来马喽！同感を取ったら、軍部には帰国の申請をするつもりだ。私の家は600年続いた刀鍛冶でな、私は長男で親ももういい年だ。この戦争で伝統を終わらせるわけにはいかんだろう。戦争が終わらない限り国へ帰ったとしても軍部は大佐に軍服を脱がさせはしないでしょう。だったら中野軍事学校で先生にでもなるか。忍術を教えるつもりですか。あれは兵士が戦場で生き残るためには重要なものだ。それより藤本君、君の将来についてどう考えているか。もし私が足の怪我をしなかったら、君はもっと出世をしてるはずだ。私のせいで君はこの空港の守備隊の副長止まりだ。私はいつか君にこの話をしたいと思っていたんだ。いえ、自分は大佐と共にできて光栄に思っています。大佐、そろそろ授業の時間です。そうか。よし、始めるか。孫子兵法、今日は
後編だ。戦わずして人の兵を屈するは善の善なり。这么